那就是说，那过一阵子就没事了，是吧？那也不是。我跟你说，像这种通缉令啊，在我们队部都有一个抵挡，过段时间日本人就把它翻出来进行一次清理。你还不要说，还真的是挖出几条大鱼啊！日本人啊，管这种方法叫做梳头。哎，你去后边看看。哎，好的。大米，哎，便宜喽，都来看看喽，新到的大米。掌柜的，哟，长官，您到小店有什么事儿啊？有人举报，说你这有形迹可疑的人，交出来吧。是，这话从何说起？那么多废话，赶紧叫人。不敢不敢。好了，干什么呢？他不老实。我怀疑里面有逃犯。你敢不老实啊？不，不敢，不敢。给我搜，别让他跑了。快点，都给我仔细点。是。你去那边看看。这边，这边。来，去那边看看。好嘞，仔细点。没错，快点。看见我爹没？没有啊。就这么大点个窝，他能跑哪去？哎呦，爹，你咋出门了？收拾东西，准备走。咋了？苗子呀，一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这个麦子呀，是每天回来越来越晚了，我觉得不对劲儿。你想哪儿去了？苗子到底去哪儿了？苗子，嗯，不是说了吗？上那个人家当佣人去了。我觉得有鬼。有鬼？哪来？你别跟我在这装了。苗子现在不回来，麦子整天都神秘兮兮的，我都不知道他俩在干什么。你不觉得可疑吗？啊，你别说也是啊。这两天盘查的严，客人少，生意不景气啊。你给你500，刚好。现在价码变了，500可不行了，1000，3天之内送过来。做人可要讲信用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你能弄来500，就能弄来1000。哟呵，长能耐了！枪一响，你以为您跑得了吗？枪一响，打死的可是4个人，我、小丫头，还有通缉犯的朋友，还有你。Thank you.
们俩谁先说呢？战队长，麦子，我检举他。亡命之徒齐顺法，寻衅滋事，抢枪行凶，已被赵五爷当场击毙。没得事的，赶紧走了啊！赶紧走了，赶紧走了！小心悬在身上啊！快，不想死，快走！快走！快点，快点，走！干什么干？走走！你知道我为什么杀他吗？因为你是我的人。多谢赵队长。叫五爷。五爷。收了。够了，哎，站住！你去忙吧，这个我来。那你快点啊！哎，你搜索赶紧回来啊！快点，你。咱俩的性命，爹，葛二蛋是我们俩的救命恩人，我今天一定去保管。你今天只要去报官，我就死给你看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回去以后跟他们一个字都不能提，听见没有？能不吭声呢？听见没有？说话听见没有？你看，他不想让你当鬼子。哭什么哭？你再哭，再哭。他就是不想让你当鬼子。这怎么办啊？我不当二鬼子，我能救了你啊？那你也不能瞒一辈子。我保证过两天出城，在之前一个字不能提啊，绝对保密啊！听见没有？二蛋哥，爹，苗子和麦子回来了啊！回来就好了啊。苗子，你咋回来了？你不是当佣人去了吗？干了。对了，东家是王八蛋。哎，你认识那帮青帮兄弟，能不能帮着找找小七啊？你还惦记着报仇呢？当然了，不报仇在这留着干什么？你别看鬼子看得眼。就那么几面破墙能拦住我，我就不信没有破洞什么的。你手电筒到底下怎么办？就一块走嘛。这么个破地方有什么好待的？除了鬼子就二鬼子，看着就憋气。哎，你真相信小七就是奸细啊？那除了他还有谁？我也相信。秀玲姐，还帮你、啊。不用了，二蛋，你来。啊？我手破了。
欺负俺，这都老娘们的事吧你？我觉得麦子有点奇怪。怎么了？你看他以前回来吧，每次都忙忙碌碌的回来，要不然就累个半死。你看他现在怎么了？现在突然间就闲下来了，而且每天回来兴致特别高，还哼着小曲回来。他要不然就是升职了。升啥职啊？当苦力的又不是记账写字儿，他能升那么快啊？嗯，你看，这是他今天给我的金凤簪子。我亲娘，金的！我现在就是怕他去偷去抢。你说他真要跟坏人在一起，你就不担心啊？担心，我担心那个坏人。俺俩就是坏人的祖师爷。我跟你说正事儿呢，你就是不知道人心险恶。你说万一这麦子跟坏人在一起，坏人让他干什么危险的事儿，到时候惹了鬼子或者二鬼子，这是要出人命的。行，那我去探探。探探？擦探？就我这个老中医，就他那点毛病，我手艺大卖上，什么病我都知道了。哎呀，你还挺关心他的嘞。咋了？没事，听会儿。你的身份牌，这是啥？这个上头啊，有部队的番号，有你的编号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你这个娃娃就有身份喽。身份？你连身份你都不懂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名字呢，每个人都有，但是身份就不一定喽。这有啥用啊？你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啊，就算你死囚了，那个阎王爷都晓得你从哪个地方来的。哦，我有身份了。哎，哦，很凉，很舒服哎。哎，你不过来洗洗啊？啊，你先洗吧，我过一会儿。你身上都臭了，你还不洗？干嘛？这什么玩意儿？我升官了。这是我的身份牌。升官？你升什么官？乡里。你怎么能升官？我怎么就不能升官？你猜。是老板他闺女看上你了，还是老板娘看上你了，还是老板他娘看上你了？滚！我把我叫老板赌钱。我啥也能赌钱啊？小工跟小工赌，老板跟老板赌，我老板老输你。有一天我实在看不过眼了，我说哎，我教你两把，一教，哎，他开始转运了，他天天赢，他一高兴，就给了我个乡里的职务。我说你运气真好啊！哎，乡里又不是什么大官。不是，我说赌钱，我一听心里都痒痒。哎，等以后要我没事了，我也到你们那打工去。嗯，啊不对，我得找小七报仇，把他杀了，我也没法在小姐这待了。行。赶紧洗澡去吧，快！都已经找苍蝇了，快！说吧，说啥？说啥呀？麦子怎么救的你？俺不知道。你再说，你不知道？俺真的不知道。俺在小黑屋
门一开，他就把俺救出来了。他跟谁一块儿？嗯，没有。你再说，你再说他一个人。不能说，俺真的不知道。不能说跟不知道是两回事。说。不说，俺就不说。行了，跟你开个玩笑，你看你快快快快坐来，坐。问你个事儿，你是不是想嫁给我当媳妇儿吧？咋了？你要是把那个麦子跟谁在一块儿，你告诉我，我就一狠心一咬牙把你给娶了。真的呀？真的。说呀。你他娘的，说不说？要不说就不说就不说。我都懒得打你，长得跟个爆肚似的。你漂亮，你身上虱子都双眼皮的。口。这么的。啊，对对对。差不多。你确定木牌上就这样写的？就这么画的。这啥字儿啊？你问我，我问你来，这什么字儿？不像个字儿啊！你识不识字儿？啊，还有一个我认识，这个。二。D， 鸽蛋的儿。你就认识个二。啊，我走了。你干啥？我得看看这个花花肠子到底在拉什么屎。别去了。危险。葛家村，你说官话老子就懂了噻。葛家村嘛，就是整个村都被屠了那个地方嘛。晓得晓得。哎，我听说是村里面有八路让村里人给出卖的。对头。哎，你问这个干啥子？我有个亲戚在里面没跑出来，所以我就想知道到底是谁出卖的。这个事情呢，只有扎五扎大爷晓得，他那儿有一个本本，上面记得清清楚楚的，叫个啥子？哦，良民嘉奖簿。哎，师傅问一下，顶峰洋货厂怎么走？那边。啊，谢哈。
来，早就搬了都。哎哎哎，八姐，都出去吧。出去。你干嘛呢？王八蛋，你害死全村人啊！好，有本事来，把我也杀了，我他娘我做鬼也放不了你。二蛋，麦子，哥们儿，我撒泡尿了。命难呐！你搁这等着啊，别走。我军的鸡肝民兵，乡亲们不是我出卖的，我来这儿是为了送一份重要的情报。你是八路，你让我把话说完，一定要帮我把情报送到镇上大旗最南头，朝窗台上有月季花的那户人家，初六上午把情报送到那家主人手里。这份情报比我的命都重要。你快别说些那个了，伤怎么办？你先锻炼点，情报要是被他们搜到，就来不及了。走啊！哎，回头的。
爹，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叔，你咋了？娘子，快！哎呦！哎呦，我的腿呀！怎么了，爹？你腿？这怎么回事？来来来，先弄床，先弄床，来，来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做噩梦了，俺没事。你们都出去吧。先给这位陪好，他媳妇等回娘家。有点时间。哎，长官，这个配上的挺好看的。那么多妇人，快！你昨晚出去了？啊？没有啊。那我给你洗衣服的时候，衣服上为什么有泥还有血啊？不可能，蹭上了吧？我爹昨天也出去了。他也出去了，他也出去了。你承认你自己出去了？我出去那是有正事，他出去干嘛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昨天晚上看见他们，我就觉得他整个人的魂儿都没了。我真的从来都没有看见他那么害怕过。二蛋啊，你说现在是怎么了？我都不知道大家每天都在干些什么，我总是有一种特别不好的预感，总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儿。嗨，那能有什么事？没事没事，就算是，我说万一哈，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你就那个，你上那个塔盘村找个叫孟富贵的，他是村长，你也去就跟他说你是俺妹。是俺弟妹。你去跟那个麦子好好过，啊。高二蛋，我今天把话跟你说清楚。我是不会跟麦子好的。那麦子有什么不好的？也挺机灵的，个儿也高，还挺能干的。不是，你说这阵咱在家里，俺也出不去，这又当爹又当妈的，对不对？计划有，你要多少？你先拿瓶我看看呗。你看这个海椒盐。哦，这就是月季花。我感觉您不认识。啊，我不认识，你认识。来，你叫他一声，他答应了。您这人，这天开玩笑啊，你这。五爷。
最近有一小股八路军共匪潜伏进了小街镇，他们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哼，他们大错特错。吉田少佐已经为他们织好了天罗地网，今天收网的日子到了。黄协军是此次抓捕的主力，望大家精诚合作，勇往直前，绝不允许一人漏网，也绝不能辜负皇军对我们的协同和信任。一会儿我们往里头冲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冲哦。那为什么？你不了解里头的情况啊？几个人几条枪啊？光线怎么样？看不看得清楚？好多时候啊，一乱都是自己人把自己人打死了。你到时候就在门口站着，你是新兵蛋子，我得哪个怂你啊？嗯，明白。那你呢，老子当然要往里头冲噻，老兵的嘛。但是老子有办法，到时候啊，一冲到门口，老子就绊一跤，子弹全部从你脑壳顶上打过去。等你一抬头的时候，哼，啥子情况都摸清楚了，该打打，该躲躲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闷声发大财，千万不要喊我，一喊啊，你成火把子。明白。出去了啊！这有点包子，你把包子吃了再上路。来，什么叫上路啊？你这话说的，等我回来吧，回来再吃。你别走，我不放心你。你知道我干什么？你不放心？你拿着刀能干嘛呀？我怕你再也回不来找那个孟富贵，你能回不来？猫有九条命，你比猫还多一条呢，你死不了。反正你记着，等我回来就娶了你。啊，真的？长那么大了，还没亲过女儿嘞，这么死了太可惜了。干。
这位是吴敬同志，我们的一马员，也是在敌后并肩作战两年的同志。这几位可都是潜伏在敌后的同志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，慢慢你就会熟悉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还有一位同志没到，我们先开会吧。搞错了！哎哎哎哎哎哎！信信信信信信！我亲娘，那那那那那！你轻点，胳膊夹断了算你的。哎，等一下。好吧。